啊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这个英雄和台服版啊传说对决的英雄对比，因为主要是对比皮肤吧。啊，这边小乔是有四款皮肤吧，有那个万圣啊，还有这个天鹅之梦啊，还有那个花白嫁衣啊，纯白花嫁，纯白花嫁，然后还有最近上架的那个泳装小乔，一个冰封独角兽。然后今天我去登录了台服啊，台服也出现了一款泳装的小乔的皮肤，台服的小乔叫克里希嘛。啊，最近他那边也出了一款这个小乔的皮肤，感觉也是比较可爱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台服版小乔原生状态啊，是没有皮肤的状态，带着翅膀。啊，以前也做过一期视频，对比的视频。那这期我们主要是看皮肤啊，我们看这款带皮肤的，这款皮肤也不错啊，是吧？紫彩换翼，其实小乔造型也是蛮可爱的，然后配音也不错。啊，还有这款梦境童话，它好像和那款天鹅之梦一样，需要夺宝啊，点券夺宝。然后下面一款就是最后一款就是泳装啊，泳装即将上架，泳装派对。这个小乔是不是也会可爱一些？还有海豚啊，海豚是不是在后面做它的翅膀，对吧？然后穿着拖鞋，这个泳装是不是也会更可爱一点？也有一个游泳圈啊，感觉会成熟一点。然后大家为什么说这个是小乔不相信，是吧？我再给大家看一次技能演示吧，再看一下它的技能演示。因为我这个台服版那个王者荣耀就是传说对决啊，没有皮肤，只有原生态啊，好像克里希我有这个英雄。原来是用金币买的吧，是刚开始注册之后它有打折嘛，还是打折买，去打折买。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一技能，一技能是吧，一技能就丢个扇子，然后回来二技能也是把人吹起来，大招就是流星雨一样啊，经常不断的下流星。这就是小乔，台服版的小乔，然后配音也不错，技能也不错。那接着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今天有登录有送礼包啊，就是送这个兑换英雄，然后这边有个兑换熊猫什么的，我要在这边对比一下英雄。然后这时候我看到这边有个神秘商店啊，前面好像都没有看到这个神秘商店，然后这边看一下试试手气，对吧？然后我就点了一下试试手气，没想到啊出现奇迹啊，出现一折，是吧？一折，我就是说可以用一折买下这些啊这些东西，看见拉兹就是火舞啊。然后还有马洛斯，就应该就是王者荣耀的吕布啊，这边只要一折，但是我这边没有点券啊，想一下到底怎么充点券，然后去研究一下，然后过段时间看一下，这两天把它买下来，就不要再找存金币了，是吧？那好吧，本期台会就到这里，谢谢感谢的，欢迎大家关注伟哥视频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然后我接下来会去研究一下这个充值问题，然后充完之后给大家更多英雄介绍。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关注微信公众号我的解说。